其实你要有个想法，就是说人家一拳过来，你隔挡之后一拳打过去，有这样的一个想法，你就会很容易记住这个炮拳。对，收起来，对，安迪斯，收，隔挡，平原，对，然后再往这一边抓一个东西，抓它回来，就算一个就算一个人，你像那个过肩摔，我想象一下，人家过肩摔不是一转一，对吧？一转，他是像那种抓他，是吧？收回来，收到肩，好，出拳，哪一边手去哪边，就哪边格挡，做格挡，对，格挡平拳，对，我要打直拳，打格挡哪边打哪边 ，OK， 你们试一下。好，三体式还是三体式？